无处可藏。啥玩意儿？碰到恩怨局了吗？不会要抢他野怪吧？是提的谁呀？哇，排这么半天还进来碰到恩怨了？他妈打野是狗！ 真的假的？不要妨碍我！咋了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 哇，这韩服太奇怪了，人太低了吗？这是，我私底下打的时候完完全全都是正常的，那一开播打全是这种奇奇怪怪的，搞啥呢？这是，开播打图，禁地局专业户了，这属于都。 禁地局局长，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不是吧？应该不能。 加油！我相信这把依旧能赢。中毒了，哈哈。他们活不长了。 完美的塔刀，开闭了。炮车聚折器，他给炮车不用三个都给后排吗？那一会儿后排电刀伤害够吗？妖姬现在电刀还是能出，利用的也是这个聚折器的一个打法，但不用三个都给吗？ 他带着 TP， 赶紧闭。姜子，行吧，再耗一会儿。这样的发展倒也不是不行啊。 刀都没露过。 一段空掉，然后走位接二段，因为一段伤害很低，二段 W 可以正好配合防御塔。游走于刀尖上。 聚这器这一波没有了吧，兄弟？炮车我看你推多久，我直接毙。假装毙。哈哈哈！大招都用来推线了，那我塔下吃兵，你如何应对？ 这样的发展还不如带 TP 呢，因为他也是带 TP 才拿到的这个剑，赖了好久。好，给我吃个果实。这是假的吧？这是假的呀，兄弟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
安了，杀了一个走了就好了。不过豹子没死就行。哎，那他隐身了之后，假的在这里，真的怎么走了呢？是不是点灯笼隐身的时候，我们都看不到他的真身在哪？啥时候绕到那个位置的？无处可藏，是吧？这个阵容，幽梦好像没什么用。别卡我！享受钢铁的滋味。还差两个兵，两个兵我们可以去这去了。那两个兵买两把长剑。本来非常平滑的回家，看到这波有机会我就来了，没想到游走于刀剑之上，我秀了。现在我一个 W 都可以清线了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哈哈，阻止不了我了呀，兄弟。他已经压不了我了。接下来只要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变动，游戏就进入了我的节奏里。什么叫药王啊？他们的骨泰坦差一点升六，别啊！兄弟，你这么勇敢吗？帮你挡 ，W A 一下，高端 W 刮死，这个是真的，全残 ，OK。把他卖了好了，我看他大人头主要是，我都故意帮他接近的，我操，有啥用吗？我从不妥协。这波说实话，他硬打，刚才辅助中路打野三个人在这里。刚走十秒不到，又打一次。这波他这么搞，他该死的呀！我去帮他死是什么意思啊？
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一波渡尘。节奏到我们手上了，又好像没到。哈哈，先拿线拳就是对的。看一下怎么说。抱你这里去吧。这个估计要耗很久才能把他杀了。来杀他。翻墙。兄弟，看他在这儿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哦，在那呀。哦，兄弟，伤害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我先渡城吧，我先走了。回家出木刃。我去，你们守后面，守后面啊！人呢？哦，随时。随时随时，他没有别的控制了，他没有别的位移了，刚才没回去，但有位移，那就是随时了。刀剑之上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想去上，去上就真被拖住了呀。让他 TP 了，他也跑不回去，没有也可以。我再来一个穿甲，又可以秒一下这个妖精。速战速决吧！要打吗？打不了啊，不必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兄弟，我去下可以吗？当然是要对位妖精好一点，对位酒桶就永远翻不了身了。他们算了，就手中吧。好伤。不愧是我放弃一个炮车的一个。放弃炮车的一波架 ,OK。无处可藏。主播从现在开始加一次不死变超神。哎，正常我们七级能推线的节奏就得有了。那波死了稍微拖了一会儿嘛。万事开头难，这个人头拿到就可以了。不过那波死的也值吧。妖，我们的豹女5-0。
他要是死了，我还没出山就死了，还没出山，他这个大人头死了就游戏结束了。你的命很珍贵啊！ 真别死！这把不出幽梦是因为我抓不了人啊！你看有爆发人头的迹象吗？ 阿闪大招取消，拜拜！已经死了，不用追。王神的大招是需要目标现身才可以的，我这个隐身突然把他的阿闪给取消掉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十八分钟，拿先锋，你们拿先锋，我没大招。 接下来按一个大招杀一个人的速度来就行，十八分钟，50秒一个大，6分钟，24分钟超时，不一定，我一会大招会更快一点。速战速决吧。 先锋一定没了，他没有去上路的理由，要帮妖姬是最对的。你的雨中队伍来说毫无意义。应该是来抓我。嗯哼，坏了坏了，韩服的节奏就正常的韩服对局就是节奏偏慢。 国服就很适合幽梦，韩服的话，默认更偏向于无处可藏。这么皮，后面有人了，兄弟，算了。我从不妥协。 这盲僧一直没出现，出现了。不要害我！来就是说啊，小龙吧。 死了一个也没什么用，大龙。只有傻瓜。我操！好像没有大龙的想法是吧？那我去下路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这个线不能带，带了他 TP 我就被拉扯死了。速战速决吧，默认就打他，默认不要抓单。死，不用追了。 W3死，他们活不长了。拉扯我，去 W 回头，死，还差一点。哎呀，回血了吗？哦，迅捷步伐。
W 已经预判到了，刮到了，但是他回血了。OK， 攻防 AD 吧，不回蓝，开到我这是吧？哇，一分钟一个大，一分钟一个头还算多了，快换，撞快了，一分钟一个头还是有点难。哇，已经两波团就游戏结束了，这个对局刚才算的一分钟一个头，24分钟超神，现在22分钟了。算了吧，兄弟，等人，再搞下去，大龙要秒。等泰坦，我现在很想避，说什么，没机会避啊。让我避，兄弟，我太多钱要出了。真让我出个装备吧，现在我可以单杀这个妖姬，刚好。真的，我就在等这个装备。妖姬，出来受死。来，现在就去带线，他会过来拉仇。我就怕盲僧也在，他们活不长了。盲僧人呢，兄弟？那边这么多眼也没看到他，他真有可能在下路，无处可藏。没有视野太麻烦了。哦，这个是妖姬打的。OK， 你不用来，兄弟，你不用来。啊！不要妨碍我。算了，单杀，单杀他，他只要不起杀心，杀不了。啊！哎呦！哎，我的明刀，明刀！哇，明刀触发了吗？不是，关键是我为什么大了，我还被看到了呀？我大招隐身，还被 A 了三下，闪现马上好，等我闪现操作嘛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妖姬战绩比我还差一点点，还行。速战速决吧。不错啊，这把的任务就秒一下这个妖姬了。这应该不过分吧？
害的机会。幽梦还能拉扯一下，这个我们的话真的只能打团打一套了。无处分段高一点，他们不会让你打。不过这把的阵容确实出幽梦也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就出了。走，搞不清楚状况，小龙啊，交子，等下一条大龙。德莱文似乎没闪，游戏要结束了呀。这个没闪是伏笔。哎，不过他这个有可能不会是要搞个复活甲。OK， 暴击，速战速决吧。这个暴击那就 OK 了。不是要出复活甲，那就是他追求伤害。你对于中队伍来说毫无意义。他们活不长。盲僧来了呀，拖太久了吗？这一套都秒不掉他了。哇，太神了。那现在我得等塞瑞达怨恨了。200的血，500的血，我从不妥协。32分钟，算了，不杀他了，哈哈，真杀不了，他不想死死不了，他能待在原地，一定是后面有人。那欧尼 AD 了吧？快快快，还有1分钟啊，1分钟之内结束游戏，不打了。出木刃，哎，就这么笨了，我操！大伙看到这个木刃的效果了没？啊，别说抓单了，打团打团都容易被拉扯。之前我还说清了，之前我说木刃抓单容易被拉扯，如果他后面有人逃不了。这把是更夸张，这把连打团都没办法。好像个局外人，
没有幽梦体现不出我们的灵活性，说实话。那要好，兄弟，要不赶紧上？他还没闪，他还没闪，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。保线，保线，保线，追过去。大龙呢？要不大龙，大龙，然后打完小龙，可以吗？活不长了。这波三十二分钟，35秒，25秒的时候我们上了，10秒钟 CD， 赶紧把 AD all in 死。下一波他有秒表了，秒表我也来个表。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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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杀打野，平刀 ，A Q A， 极限了兄弟，假的这是，啊，假级。兄弟，算了。哦 ，nice 啊 ！wait， 五打四，他这个时间很久。来了来了来了，61的穿甲不够啊，下一件还不能出狂装。再见得出塞瑞尔达，快，还有20秒啊！好了，可以吗？谁帮我扛一下呢？一波奶狗直接给满。真有表了，或者可以等我个闪，兄弟，他有个秒表，咱也切不进去。等我个闪，我也能切他。最后还得是我站出来，哦，我这个 Q 技能滑行的空中，这是什么三角式刀式三角 Q， 没看懂，干嘛打不过我的吗？你猜一步，猜一步，猜一步，一步就走，点到为止，好吃不要了，不好吃不要了，但不代表不吃。在我们下路这一波吃了就行。哎，说实话，像对面这种灵活性这么高的阵容，这木刃一点发挥空间都没有。也不是
说没有发挥空间吧，就会显得很笨。但是我们是个灵活的英雄，你要记住，确实显得有点太笨了。就我在这个对局里，我操，好像 Joker 被拉扯。没事没事，就打团吧 ，all in 一下。像平时我们幽梦的话，我是会抓单的，这个东西就抓不了单。别说抓单了，打团都有点靠近不了。来，我一高。哪一下呀、啊？打团都要被拉扯，更别说抓单了。死！等个大，不打，好事打中。这边也死了一个。他们小龙，说实话，小龙，听我说，小龙，真听我说，小龙。龙魂啊，兄弟，这样不怕被消耗了呀？或者他们自己过来？像刚才这个位置打起来都要交闪才可以碰到人呢。帮我杀个人，让我明刀出发。明刀，哦，死的才出发，有个屁用啊！没事，我奉献了。一波，得有人去卖啊！哦，看他这个表是我想不到的，我这波 Q 闪 RA， 把他杀了，我明刀之后，我还有中亚再拖一会儿。这个中亚一波了，那就两个人。这波一波，说实话对不起我，真得一波。我都跟你们说了，兄弟们，你分段高一点，你出木刃，你既没有难刀的抓单机制，你打团又容易被拉扯，对吧？我玩的有问题吗？好像也没有，但是